待会儿让我先接啊。什么？我这你像欠似的，人家结婚你接啥盖头啊？我就问了，人家结婚你不理解，有长贵你抢啥梗？你也不是新郎呢。我说今天是长贵结婚，你说你到这把盖头给接下来算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不弄事儿啊？这也你们不知道怎么的？当初要不是我给他保谢大脚啊，他能娶得这么好媳妇吗？好，我说老伴儿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你没少掺和。今天我先看头一眼，行不行？行。别给这个，别管我。看看谢大脚漂不漂亮？好，那死咱也跟姐夫。妈。刘总，哎，你看我漂亮不漂亮啊？漂亮。那你见过我这样的美女没？没，见过。这，你个死畜！赵娘，一边待着，别给我捣乱，听见没？好好，和尚，你真不能给捣乱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刚才接一次，这个不能算数啊。今天是长贵结婚，还得长贵接，要是这一闹腾，这还得接两次。那对呗？怎么对？二婚就得接两次。好，来盖头蒙上。那下面咱们呢就给新人揭盖头。叔，长贵叔。来辆警车，警车这停我们家门口了啊！不到怎么事？哎，等会儿，咋的嘞？是不是结婚手续不全呢？不全敢结婚吗？我说是大脚和李府离了呢。你废话，我不离能结婚呢？就是，那离了咋有警车呢？还有，那就不行，是赶个礼啥的。谁到了？哟，所长，你这忙你咋还来了？你好，恭喜啊！那个今天镇长没来，但是让我给你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客人，你看，谁来了？哎呀，大拿，长哥，大拿，你小子结婚不告诉我，你可真行！你哎呀！新娘子盖头还没揭开啊？刚要揭，你这不就来了吗？我给揭。大拿，你好。你才好呢！你们俩结婚，我好，我能好到哪块儿去？我欢迎欢迎。怎么的？要跟我第二次牵手啊？这是啥牵手啊？握手。好，不管咋地，咱们俩也算在爱情方面有过前科的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可别扯了。有谁跟你有前科呀？有。哎呀，场面挺大呀！我说给我介绍介绍啊，没人认识我咋的？啊，对，刚才可能什么？介绍？怎么回事呢？这位呢，就是我的同学王大拿，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。掌声不是太热烈，不欢迎我俩的。你不知道，这帮人头长见识短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这话也配你说？哎呀，你戴个头套再说这话吧。哎，让你哪都行。堂哥啊，我赶上了啊。不是，我得表示表示。老同学，你这你就太客气，不用说你。你干啥呀？你不用，你这我也不是给你的，你用不用那大脚，我俩我也得给他呀。哎呀，你来到来，这把钱丢了就不用找了。哎呀，我丢这玩意儿像丢打火机似的。哎呀，哪夜不发出俩睡不着觉，这都。这是赚的吧？嗯，还有明白货的，有多沉呢？伊拉克。伊拉克，这地方也不产这玩意儿吧？伊拉克，这是。啊，一克拉呀！问我，一克拉得好几百吧？我让你猜十次，猜对了我都给你，得5000。
一万，拉倒吧，别累着你。来，那个，老同学，今天是我结婚，我带。咋的？你那还比我这大是咋？你头往收回去。这大小是我结婚呢。是你结婚呢，我入股吗？哎，这个，这老同学，你开玩笑？你看看，这家伙是拍上啊。我这不能用你这个，你拉倒吧！我不但入股，而且还得入51%，我还要控你股呢。我这实话告诉你，这怎么还能控？没有这么办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两个人的话，哎，镇长啊，哎，话说咱这镇长，镇长电话，就说我不在啊。你好，镇长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谁在这在这是来了。什么？啊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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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哎，好好，我服从，绝对服从。好，再见。长官，长官，该入洞房了。你入你们的。不是，该你入洞房了。啊，我是吧？对，你入洞房。我入洞房，大拿来入虎。我同意。那你这啥事儿？入洞房还有入虎的？他控股，我也同意。这是长官。大拿，这么说吧，在我这个村你想干啥事儿，你想需要什么，需要谁，就是你需要我们家大脚。我立马给你配一双大鞋，你就是需要大花，我就给你带。哎，嗯，哎呀，咋的了？不结婚了啊？婚可以不结。你反悔了？我们服从镇上领导的安排，我们要顾全大局，服从大局。服从啥大局啊你？大拿现在就是大局啊。不，你还是男人吗你啊？我是，我最起码是49%的男人。完了，完了，这回是保护不了了。来，大拿，来来来，把这花带上啊！哎，来，你不是冲我来的吗？来，把花带上，咱就这日子，咱办。我说，你说明白呀，这咋？我来抢婚来了，是咋的呀？不是，大拿，嗯，这个花就在你带。不是你跟大伙说明白这事儿？我说明白，我，哎，可能没，那个所长你给说说。各位啊，是这么事儿，今天呢镇长没来，我领这个王老板过来，一个是参加长贵的婚礼啊，主要的是王老板过来想投资给咱们村建设新农村，初步定的数额1000万，啊，1000万的，1000万，1000万。哎呀呀呀呀呀！1000万呢？1000万！哎呀，你咋不早说呢？还说我把我啊？还说他这是想重用你呀？是这回事儿。我呢在这投资，对，准备呢干很多事情。因为你开过小卖店，所以说你就得做财务总监。就我做财务总监呢，同意不？哎呀，那我能行吗？你说行就行呗，怎就不行呢？你让他管那1000万去。那咋的？这样吧，我来过象牙山，这里的山美、水美、人更美，所以说我拿出1000万对这里进行投资。下一步资金我还准备注入。你比方说，你们这有个大学生啊，谁？姓强。姓强。哎，王小萌啊，就我，你不认识我吗？王叔叔好。我儿子搁家现在做梦，啊，这做梦也白做梦了，这。这样吧，以后对你们的学校、养殖场，还有那个，还有我闺儿，他花、啊，花就不能用了啊，花房，说全了，这个耽误事儿。王老板啊。我太感谢你了，谢谢啊。好，这个我说咱们别耽误事儿，往下进行吧。哎，我说呀，该下一步啥了？人家给咱投1000万，来连赔烟都没抽着。对呀，给我发根喜烟呢。来，我给你点根喜烟，烟来，烟来，这哪行？来，王老板，
抽喜烟啊，来抽个抽一个。哎，火呢？我给你点的。你点我不抽了呢？你看你。该啥都哎呀，拿这个钱呗。大姑爹，长贵，你看大小，戴这个大戒指，真漂亮。哎呀，太漂亮了。快点着啊！赶紧快！这回我得跟你说真话，啊，你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，你得珍惜。嗯，以后大家看吧，你如果要对大家不好，我就跟你。呸！我就不信这个事儿了。这回我跟你。你这人一点也想不着啊！你看这，好好姐了。哎，王老板好开玩笑。放心放心。好好成功了，好来吧，赶紧入洞房吧。该入房。哎，这地方我得换了。今天呢，这个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。第一呢，咱们王老板来到咱们村投资；第二是长贵大脚喜结良缘，这位是双喜临门呢。啊，好。还有一喜呢。还有什么一喜？王老板一来。大脚就有喜了，说啥玩意儿？哪有那么快？你说你，我说的意思，你一来他就升了，人越说越快了。你说你升啥呀？升官了，你太费劲，哎呀，这费劲呐，费劲。好，良辰吉时已到，下面就请一对新人入洞房。